十秒。没，来来来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怎样？不错吧？满意吗？满意。你要把粽子加糖会更好吃。会更好吃吗？那我们要去借点。我们没有糖哎。我有糖啊。没有糖。没关系啊。在哪里？在家里。在家里。我以为在口袋。是真的，老师说加糖会比较好吃。爹，今天是广播什么？要不要一张？你们应该用当地的那妈祖话跟他们聊天。那我们谢伯母音。那我们很废。我们讲的很不好。我每次讲的时候，别人都叫我不要再讲了。我说闭嘴。那你知道谢伯吗？谢伯就是吃饭啊。谢伯、嗯。对，谢伯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谢伯。请吃，请吃。开动。是不是少一双筷子？我再拿筷子。有吧？我刚拿三双来啊。有啊，在手机上好像。那是萝卜、啊。那你们知道？妈祖有三宝吗？冬菊啊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什么豆腐啊。哦，你说冬菊分里面、就是？对，豆腐。豆腐，然后还有那个西瓜吗？对，西瓜。嗯。还有那什么节，那个之前会办那个节日。花蛤。对对对对对、哦。我说的是那个冬天的蔬菜三宝，那好像是板栗三宝。白菜。什么白菜、高丽菜、白大白菜跟还有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嗯。那你每周日都是吃这家吗？几乎。基本上我吃了那么多家，我觉得这间最好吃，我就来这、哦、来这里吃了。下面还有那么多人。嗯，真的，我觉得吃减重当配菜很好笑。嗯，你可以吃谁家？我有吃过。我上次是点牛肉面，然后加水饺，然后变牛肉汤汤饺。对。哎、哦欸，那你礼拜二回去会去南干吗？会停留？会逛一下吗？不会，那会在码头吧？嗯，所以之后可能会再来吧。嗯，对啊。那你们那时候来的时候，搭船有经过东引吗？29号来的，就先马后东。对，先马后东。嗯，我觉得东引也蛮漂亮，就东引的地形跟马祖其他地方不太一样。是它比较是沿岸，嗯，然后比较那种险峻感，啊、就有点像那个太婆那里的那种石头的样子。嗯、然后再更高，嗯，再更高，嗯。我们五月都没有倒休，就是都没有出来放假逛逛、啊嗯、然后我们就5月31号那天第一次倒休，我们就直接订了三行一家的合菜。哦，五六千那个。对对对、嗯，我们整个班就十几个人，然后加别班有几个人一起来凑，然后就订了一桌，然后加 KTV 包厢呀，开下去，那时候很豪迈的那个倒休方式。对，第一次倒休最狂最疯狂的、嗯，好酷。所以你们是大学才出去到台湾本岛还是高中？高中。嗯。你们这样不叫租房子？我高中的学校有宿舍。真的假的？不是一般，那不是一般的高中吗？对，一般高中没有宿舍，啊、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板桥高中有宿舍、啊，而且住的人也不只有我，有一些人住宿，大概可能男生可能十几个，女生大概应该也有十几个。嗯，那我好奇就是。你在还没有来当兵之前，你有认识马祖人，或者是跟马祖有关的人吗？都没有。嗯，好酷、哦。对，来这里就一下认识好多。嗯，有认识住南干的。嗯，他大我1岁还2岁、嗯。怎么会认识啊？就同梯的、啊。哦，当兵的。他也在这当兵。对，在这当兵啊。哦、那除了那个南干人，还有认识其他的？对，那个啊。东莒的。对啊，东莒的啊，岛主哎。岛主。对啊，他阿公就是乡长啊，之前的乡长。哪一家的、啊？我不知道。柯玉官。嗯，我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我不认识。哦、东莒一上岛，那个斜坡真的很长。嗯，蒙澳港走到那个。可能我用走的，我真的用走的。比永隆路还陡。陡是没有，长度是比永隆还长。嗯。对。你有吃国立豆花吗？有。嗯，蛮好吃的。我是吃那个豆浆豆花。嗯。东莒最有名的，不就是那什么？美华，哦，华美，哦，华美，华美，嗯，万九吗？啊，九万，九万，九万是这样吧？但我觉得东莒最好吃的还是国立豆花，嗯，第一名，嗯。觉得你回去之后，最想做的事是什么？或是第一个会去做的事，比如说去 Seven 大财门喝真奶，对的，还好哎、欸，因为我有喝什么卡六咖啡，那你是喝仙草奶冻吗？
我不是宣统奶冻，是隔壁家的那个小文。没有没有，要喝早茶。早茶哦，对，华美跟早茶一起。一去，反正吃完豆花嘛，我们就先去走灯塔，然后绕一圈回来之后，中午我们就先去喝了一杯鲜草奶冻。我们喝早茶的，喝完早茶之后，我们就会吃葱油饼，然后还有蛋饼，都还蛮好吃的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去喝他们的卡六咖啡那间。我那天喝了很多饮料，